哋 Bill Scramble Square 咧，終於開咗啦！除咗可以行街之外，上到47楼有 Shibuya Sky 咧，可以望到成個東京嘅景色噶。跟我嚟啦！東京嘅最新地標涉谷 Scramble Square 係涉谷最高嘅建築物，有230米高。最高嘅46至47楼嘅 Shibuya Sky 观景台，入口 Sky Gate 位于14楼。呢一层咧望到嘅景色已经好靓啦，唔知上到去会系点嘅咧？由14楼直升到46楼，搭呢个阵都有嘢睇噶。哇！而家呢个 moment 咧，有啲大地在我脚下嘅感觉啊，同埋啦，因为日本咧，佢呢度啲屋咧好多咧都系比较矮咧，我觉得好似 LEGO 咁样啦，呢一幅图啊。在这里拍100张照片都不够啊。头顶无遮无掩，跟天空的感觉很近。大片草地任你摊头，好像空中花园一样啊。还有城网床，整个感觉实在太超了。有位坐可以慢慢吃。给一个小贴士给大家，下午入场就最抵玩，可以一次过睇晒日景、日落同埋夜景，翻返去46楼嘅室内观景台，仲有酒吧、艺术回廊同埋纪念品店啊！